交了，对，就是说网友不分析出来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夏日祭是什么活动，是吧？他当时来定我们场地的时候，他只是说就是说用我们会议室举办活动，并没说是举办夏日祭，也是通过网上我们才知道就是说这个夏日祭是什么活动，然后我们就给取消了。我们也是爱国，我们也是中国人，对吧？没必要为了这就是天马乱钱的来破坏自己的名声。